就是一两分的这个，大概都一两分的比分差了，谁少丢一个？其实这一场中国内战，感觉场上两位选手的表情都是非常认真且严对，肃哦。因为真的松了一步哦，大概就输了，所以都不敢松了，所以不断的找方法，想要找突破的机会的一个过程哦。好球。变线这个球变得回得太中间了，变得靠中线结果反而是了。让张继科有一扳好机会。哦，比较麻烦哦，没有办法过到台边直线多一点哦。啊，像这个臀部的跟腰连接的地观察的一个重点。转，哇。哦，可惜这球。又是中台相持，哇！刚刚张，对，夹转的白板，哇，发力了。哇，侧切，你侧撇了一个，这个球有点带侧下，侧旋，所以，最后一可惜。哇，刚刚白，哇，这球大，所以没有收到他想要的效果。对，这球应该，哇，这球抢冲中路，中路这个落点是比较难照顾的，不像是正手防守或者是反手防守，中路这个地方有时候会犹豫说你要用正哪手还里？是用反手，所以先先往往中中路，路。对，先往中路去突破。哇，接发球！刚刚张继科其实是有一个6-4的机会。又哇，盯着半出，好球被张继科盯到了这个半出台哦。看张继科会不会这个时候换他主动侧身搏一个？哇，好球！位置站的保持得很好哦，而且在前。局末点的优势。哇，如果要再偏一点的话，就会变成是说，出手的风险又会更大哦。但是球来回非常的快，但也出现了一个局末点。哇，换这个张，啊，可惜。局马龙出现了第二度的局末点。哇。双方再熟悉不过，拉出去或者是自己防出去哦，就下一个落点已经先等好了。哇，强度太大了，要出的力量，双方都要出。13-12，马龙的局末点再度出现。哇，角度。哇，是刚刚。动作很小，但最后这个球又是全身的力量加下去。局13-13，又是 deuce 的状况。啊，这个球不断的在变哦。吼哇！吼！哇，可晃一下了，而且牌面最后也有晃动哦。敲一板，哇！这张继科把握住就有机会。双方角度上的调动，哇！哦吼！